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疯癫好疯癫。就是到海边，我带你去兜风。兜风吗？兜风，然后，我还有准备一个礼物要给你。礼物？什么礼物？在哪？先不告诉你，但是，要拿打到礼物之前，是要完成一些任务才可以。我不是一个坏的任务。这个是疯癫好疯癫，真的吗？我都看你的影片 ，BBMC，BBMC， 对不对？真的，谢谢。好，那就我们在一起了，我们去约会，兜风，不要车，那你先上车呗。等我一下，我没有驾照。没有驾照可以骑这个。我不管。那要坐哪里、啊？我不管，我是暴走族，我是坏人。但是这个车子感觉只有一个人的位置。挤啊，挤过来啊，挤过来啊，对不对？耶、还是可以耶。好，我们走耶，知道吗？情侣装的丰田和温妮今天要来约会了，不过想要拿到丰田远从日本准备的超人气大力可没那么简单。丰田必须在沙滩车上想尽办法让温妮尖叫超过120分贝，才能将大力送出。一个身高190，一个156，究竟这对最萌身高差的组合能擦出什么火花呢？丰田顺利让温妮惊天一口叫出了121分贝，因此这份来自日本超人气到缺货的惊喜大力可是让温妮好期待。温妮，嘿，我前几天从日本回来，我特别为了你准备了小小的礼物。小小的礼物是什么礼物？在哪？你藏在哪？走啊。这里，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我说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在这里啦？这个，你为什么要这个？这个很厉害耶！对，你超强的，因为这个朋友是跟我去日本买，然后都买不到。你到底用什么关系买到的？这个好强，没机定。因为你漂亮。你就买得到，真的买得到，用尽各种方法。对啊，而且我是日本人，有很多朋友，有很多广岛，很多广岛，管道，管道啊，你说的管道，对，很多方法啦。那所以以后要买这个找丰田就对啦，那就找
妹们。有点太麻烦了。太麻烦了吗？讲一下啦。不告诉。讲一下，对不起。情侣的感觉。什么？哎呦，开心哦。哎，这个很强哎，因为你知道里面它有 B2、B6， 还有维生素 C1。对对对对。它具抗氧化作用，然后又可以维持正常代谢。背的好好哦。我没有背，是上面我看懂一点点日文，但是我想知道里面到底是真的，还是你只拿盒子骗我？屁耶！你看，你看啊，这个这里面都有，上面有 C， 写 C 的很可爱。哎，维尼的 C， 维尼是 W。好啊。哎，但是这个很厉害，是因为它。因为它很小一颗，所以女生真的是很好入口。对对对，这而且这个庇护，你现在很漂亮，但吃这个就会让我更爱上你。吃啊！哎，你还我？如果是你以外的话，可以。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你刚说什么？哎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如果是你以外的话，可以。但是很喜欢这个，我喜欢，谢谢你。但是我觉得这样不公平。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因为我给你礼物了嘛，这个。嗯。你应该要给我什么？给你什么？比如说，是海边嘛。嗯。给你什么？海边要干嘛？海边要晒太阳啊。废话，穿比基尼不是吗？比基尼。你说你要穿比基尼？屁嘞！为什么我要穿比基尼？因为在海边，你要穿比基尼啊。可以啊，我好啊。好啊，那比基尼拿出来啊！拿出来，你先拿出来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好算，我不想理你了，我不要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有这啊，你还有反晒乳。哎，你里面到底怎么可以晒这么多东西？不行，不行吗？哎呦喂！是要帮你擦，帮我擦。对啊，像这样。你看，我帮。好了，我帮你擦。不是啊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不是哦，那我帮你擦。真的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像我真的情侣的感觉，好开心哦！除了送上超人气大礼，约会最不可或缺的情侣大餐，丰田可是也精心准备到家。不过除了美味的异国料理，丰田的丰田究竟又准备了什么惊喜呢？怎么样？很漂亮。好了啦。哎，这就是你要带我来吃的意大利料理。是的。今天大餐。对。很好吃。哎，等一下。什么意思？先要吃大餐之前要玩一个。不用，不用玩了。当然啦，丰田好朋友，我们一起吃大一个薯条。我也很好，你的今天的礼物我不要生气啊。哎，你两个人事也不用生气，这是工作。我不，其实我不想做，但是他们逼我做这个，我真的不愿意。对不起，那我们就工作，那我们就别做了。他们也不可能，还是要做了，还是要做。我帮你。不行啊！好了，不要玩了。那不然玩点别的。那不要玩。我会死掉。Thank you.
阿拉斯房主采访报道。